官方消息，罗杰斯出任莱斯特城新任主帅。此前蓝狐刚刚宣布主帅普埃尔下课的消息，目前他们以27轮32分排在联赛中游。现年46岁的罗杰斯执教生涯起步于英格兰各球队青训，曾在切尔西青年队预备队任职，并在斯旺西、利物浦等英超球队有过执教经历。罗杰斯在2012年夏天出任利物浦主帅，执教球队的第二个赛季，他带领红军在联赛中表现抢眼，一度占据积分榜榜首数轮。尽管最终红军屈居亚军，但罗杰斯还是获评英超赛季最佳主帅。罗杰斯在2015年10月与红军解约，随后执教苏超凯尔特人，并率队连续两年斩获苏超冠军。